老爸讲，躺着，不需要帮你打针才会难过的。你家是真的话，我们在这，好吧，好吧，打针。你家是在这边啊，快，很好。没有，要打针，没有。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不用，你要做那种吊的，规摊板板凳的。所以你是清醒的吗？那没清醒。